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进来还好还好，还不错不错。哦，这个车您开了有一段时间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不错的，特别是那个驾驶室的那个无边框设计了，对我们操作人来说的话，真的是无死角，那个操作安全性能相当的高，那个在这个灯光这方面，特别是在那个晚上作业跟白天一样的，那个在安全性方面远远的提高了我们那个操作那个安全系数，对，还有那个液压这方面，在我们打方向的时候，心非常的轻便，很灵巧，很灵巧。你看一天开下来了，跟你感觉不到累。以往也开过很多这种车子，就觉得这种车子真的是挺不错的，很棒的。所以说，这款车子对我们来说是吧？谢谢罗工，你的肯定。